美勋2016开季夏威夷二部曲，第二站来到风光明媚的 Wildlife 高球俱乐部，年轻世代全面崛起 ，Russell Henley 锐不可挡，老将经验气势不凡 ，Jimmy Walker 挑战3连霸。最精彩的美勋赛，索尼公开赛，1月15号到18号早上，锁定博斯高球台 Live。